日前，龚俊在个人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和狗狗的合照，还配文拍完再走，都别想逃，哈哈！狗狗和俊俊都太可爱了。照片中，龚俊身穿白色短袖衬衫，白色是最为经典的颜色了，百搭清爽，简约大气，给人清新自然的纯净感。衬托的肤色更加白皙，将衬衫敞开来穿，打造一种慵懒随性风。内搭了白色的 T 恤，圆形的领口带有随意柔和的味道，舒适又有型。纯白色两两相互搭配。纯粹中多了点层次感，下身选择了米白色的长裤，搭配上一款小白鞋，简单清爽的搭配像极了夏日可甜可盐的风，是心目中的男友风无疑了。龚俊留着三七分发型，露出精致立体的五官，妥妥一位青春校园的学长。龚俊的造型总会给大家带来惊喜，他与三只狗狗亲密互动，温柔的双眸，是邻家温暖的大哥哥，又是为俊俊颜值折服的一天。你喜欢龚俊吗？欢迎留言互动哦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